吴京作为拥有上亿票房和成熟作品的导演和演员，自然成为各个影视剧颁奖典礼的常客。近日有网友发现，吴京在活动中总是保持着一个姿势，连嘴角微笑的弧度都一样，纷纷调侃吴京是人形立牌在讨蜡像。此前吴京和其他演员参加金鸡奖合影期间也是这样的状态，在台上的吴京好像非常尴尬，面对这种场景也不知道怎样营业，全程都像是蜡像一样自带喜感。网友也纷纷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存货来为蜡像吴京撑场面，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吴京蜡像合集，十分搞笑。甚至有网友可爱表示，流水的颁奖典礼，铁打的吴京蜡像，我到底粉了个什么东西，一个蜡像，我到底喜欢他什么啊，开始对自己的审美产生怀疑，十分有趣。